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在台北寺庙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林头？那个那有没有喷水的地方？喷水的那后面那个树叫做林头，那好，有没有？园艺系人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说在台北市很难得看到的。啊，在这个庙，通常这都是要在哪里比较多？海边啊，河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字也很少，这是康有为的字。你要知道，那康有为啊，那个新法事变以后啊，他流亡海外，结果听说他赚很多钱。那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网络资料，说他赚了。哎，你好，哇，这位是李大哥，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哈，他是我们这边哈万华龙山寺导览的第一把高手。哎，我是第二把。他是我的老师。来来，你们哈，先听他讲，先听他讲，真的。来，这样讲，来，不要太了，你就先讲这边的啊。讲这个，这里有蜜蜂，有猴子，